我猜年少时代会得最佳影片。我赌朱莉安摩尔会得最佳女主角。你心目中的奥斯卡赢家是谁？是谁？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究竟鹿死谁手？异想世界摄影棚内影评人大胆预测，大乱斗。麦可基顿。就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勇敢，他的那个卸妆的过程其实也慢慢的变成他自我面对他自己的那个过程，戴上假发我都已经觉得是半秃了，结果哦原来还有一层哦所以这个牺牲哦也让他拿到了那个金球奖的功劳也有苦，对对。所以燕拓的遗珠是谁？你敢反驳吗？我的头号遗珠是卡农的永濑正。这我也是哎、欸，他怎么猜不入哎、欸？讲正经的，我觉得我也完全赞成杰克·吉伦霍的，尤其是独家新闻，而且我相信这部电影踩到很多痛脚。奥斯卡得主即将产生，千万别错过！异想世界为您解析激烈战况，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